所以，真的不需要帮忙。你要是等一下再叫我，我可就没那个耐心了。别反悔哦。我都说了不用帮忙了。 嗯，帮我扣一下内衣。你说什么？扣个内衣怎么了？我就是扣个内衣嘛，又不是要他原地起跳反手扣篮。帮我扣一下内衣，快点，我困死了。 好了，怎么了？还有要帮忙的？没有了。嗯。 在这眼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痴狂。你是我的宝藏，笑颜中的梦想，苦涩中的哲声，沉迷于温凉。